嗨，您好，我们终于又见面了。这次呢，林老师要为您示范解说的是，我们整套24小时学好爵士钢琴里面的第三册里面的第三单元，也就是 Soul 跟 Rock。 那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林老师要为你介绍，我们 Soul 跟 Rock 第三单元跟第四单元呢，它是合为整个第三单元，也就是我们第15小时的课程。好，现在请大家翻开到第34页。第34页这个地方呢，我们先要来讲一下这个 Soul 的起源。Soul 跟 Rock 到底有什么不同？可以这么讲啊， Soul 跟 Rock 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哦，我们可以分几个部分来讲，这也是大家要把它分辨清楚的。好，在这个地方请大家先看到前言。所谓这个 Soul， Soul 国内呢都称它为灵魂乐，但实际上这个灵魂好像听到就觉得有一点不妙，所以我觉得这样翻译好了，应该是抒发心灵的音乐，总比灵魂乐这个一到七月大家都觉得怪怪的，应该讲抒情歌曲，抒发情绪嘛，抒发心灵的音乐，那就是抒情音乐啊，抒情歌曲节奏。它是源自于美国黑人宗教音乐里面一种特殊的音乐风格。当时的美国黑人有许多是来自非洲的黑奴，他们非常困苦，所以呢，你看为什么有蓝调？为什么会有这些忧郁的音乐？最主要呢，就是为了寻找一些心灵可以寄托的依靠。所以我们常讲哦 ，soul 是反映内心 ，rock 呢是反抗社会，它是反抗外在的 ，soul 呢这是反映自己的内心的。好，那 soul 这个节奏，我们讲到实际上的这些呢，自己请您自己看这个原文就可以了。林老师要主要要来介绍弹奏的技巧，因为我们今天呢这个小时里面有两个单元，所以呢林老师尽量多谈一点示范。第一，我们soul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种soul呢，其实就是把 slow 这个字去掉，就是把它遮掉。slow 那个 slow 就速度嘛，所以应该是以速度来分。对不起，应该是以速度来分的。所以soul就是快板的轻快的节奏。如果用一个名词来代表的话，那soul就是什么轻快。那如果呢我们要弹慢一点的话，当然就 slow soul。 还有一种啊，就是中板的 soul medium。 那中板的 soul 其实可以用 soul 跟慢的slow soul 来表演，我们可以左右逢源。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研究的是 soul 快板的轻快的这个 soul， 请你记住。好，这个单元我们所要研究的是速度比较快的 soul 这个节奏。国内有人把 soul 跟 rock 分辨不清楚，实际上 soul 跟 rock 的确是有密切的关联。像在美国，白人跟黑人对它的称谓也不同，他们基本节奏形态虽然相近，但是他们的精神跟弹奏方法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这么讲好了， soul 其实是比较温柔婉约，比较感性的。那 rock 比较重视感官。现在的科技舞曲，像这个舞曲方面。Rock 呢，真正名称是应该是 Rock and Roll 啊 ，Rock and Roll 摇跟滚啊 ，Rock and Roll。你看，我们用在像现在还有 Techno 科技舞曲啊 ，Rave， 所有这些，其实他们也是摇滚。好，所以呢 ，Soul 应该是属于像整个拉丁家族啊，都受到它的影响。Soul 跟恰恰恰啊，其实恰恰应该称为恰恰恰才对哈。Rumba、Tango、Disco。还有 Bossa Nova 这个 BOSSA 才对啊，上把 SAMBA 哦，这些节奏脱离不了关系，他们都是一个家族，因为黑人的故乡都一样是在非洲。然后呢，摇滚里面呢有像 Disco， 还有林老师讲了舞曲，现在的像 Techno， 还有 Funk 朋克这些音乐啊。好，第二点 ，Soul 跟 Rock 节奏的比较分析。我们现在要来比较分析他们两个到底有什么明显的差异。 OK， 好， Soul 呢其实大体而言它是比较阴柔的而 Rock 呢应该是属于比较阳刚的。 Soul 呢它感性而富有变化， Rock 呢它比较节奏比较固定，但是它比较
刚强哦，这些换句话说，他们的力度最大的不同，他们速度相近，力度不同，密度呢也不会差很多。只不过rock 用的切分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切分会造成重音力度的变化。好 ，OK， 而 soul 呢会带有一点蓝调的味道，这必须了解啊。所以在课本第35页这个地方，请你看一下 ，soul 呢它比较偏重于在原来呢林老师写的，因为在这个乐谱我们之前先写出来，所以在这里面呢是偏重于舞曲。其实现在应该是已经公元2000年以后啊，以现在的音乐最新形式来讲，应该它已经偏重在歌曲方面了。反正你看10年风水轮流转，现在 rock 呢反而是偏重在舞曲方面，反而偏重在舞曲方面，像 dance music 或者是我们 techno rap hip hop 这些呢，其实跟黑人的，其实现在 soul 跟 rock 已经分野啊，很难分得清很清楚了，因为我们现在常讲的音乐的元素。好，这些不多说，我们再讲一下 soul 是美国黑人的代表性音乐，它重视感性。Rock 呢是白人的代表性。其实英国，你看英国的摇滚合唱团也是非常有名的。好，影响呢，受影响到了恰恰恰，还有影响到了润巴、Tango、Bossa Nova 等，还有散巴等拉丁节奏。然后呢 ，Rock 影响呢到了舞曲啊，像 Disco， 还有这些科技舞曲，这些 Funky 朋克音乐这些等等。Anyway， 我们讲了一堆呢，还不如干脆直接来谈。所以演奏方法第四点，养兵千日用在此。我们讲那么多呢，我常开个玩笑的一句话就是呀，这个废话三千啊，重点在此。怎么谈呢？演奏方法 ，soul 它比较柔和 ，rock 比较刚强。哦，我再讲一次。所以弹奏的触键，第一个我们先讲到 touch 里面呢，我们 soul 可以用一个比较轻松就指尖的弹法，但是 rock 比较强，就必须用弹到底，像不用指腹的力量跟手背的力量。所以有人讲弹摇滚的人还要拿哑铃训练，其实也不见得哦。但是真正在表演的时候，我觉得保持运动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很耗体力。来，请看到第36页啊，36页这个地方，我们先看到一个最简单的，其实啊，这个 soul 就是用8 bit 的一个变化，所以 soul 呢是一个轻快，请听。我们速度呢用120呢是中板，我们听听看，甚至可以快一点点，124好了，你看哦。所以这些很简单，把 slow soul 呢加快了速度，但是要记住，绝对不是只有这样而已，这个是最基本的。然后我们的 bass 呢可以用根音，或者用8度跟5度音，或者是嘣，用8度或根音都可以啊。然后呢，第基本形态第二，我们可以这样弹 ，so so la so mi re mi mi re do re mi re。那这个是最基本的弹法，我们当然不会只弹这样很单调的而已。我们看到第二种变化了，但是这最基本的还是要先练会。然后接下来我们的节奏变化节奏，嘣恰嘣嘣嘣恰嘣嘣恰嘣嘣嘣恰嘣，一定要念得出来才打，念得出来呢才打得出来才弹得出来啊。我们再试一次，前面有教过的哈。好 ，OK， 这些里面呢，嘣恰嘣嘣恰恰嘣，变化形态二，谱第11，这个也是嘣恰嘣嘣恰恰嘣嘣。速度哦，变轻快而已，不要很重。你看到8度长按着，我们的左手呢，8度按着长用这里在动。那如果太低，就用这里。
好，这些变化里面呢，然后再把八普利第八、九、十、十一来，我们做一个练习，很简单的一个练习。你可以跟着我们练习哦，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哆、啦、瑞、嗦、好 ，OK。练完了以上谱例第八、九、十、十一之后呢？你是不是可以活用了呢？那这是最基本的，接下来我们要讲到它这个受这个节奏，我们独奏时候的左手伴奏法。注意听，双手的伴奏法呢不代表是独奏的方法，你总不能说用只有用这样弹吧。打节奏用的时机我们已经教过了哦，是用在第一个自弹自唱的时候，第二个跟乐队合奏的时候，第三个呢你看自弹自唱还有伴奏哦，这些都会用到，还有空拍的插音。好，受这个节奏独奏的时候，左手的伴奏法呢，我们可以用几种方式。在乐谱里面呢，我们有几个方法，这是最基本，一个是嘣嘣嘣。那我们左手带该弹什么音呢？林老师在这个地方这样好了，我们在白板上面呢，李老师写出来，你才会比较好记，而且比较好学得起来。请看到白板上面，白板这里你看，第一种呢，我们来看，我们可以只弹根音，这日本人称为单指神功，只弹根音。第二种呢，我们可以用根音加八度音。第三种我们可以用根音加五度。第四种我们可以用根音加五度加八度。第五种我们可以用根音对不起，我们可以用根音加三度，然后呢加五度或者再加八度下去也是可以的。你看有很多种变化我们第六种来再找看看有没有第六种当然只有根音加三度加五度，就是没有这个第八度。我们也许这个可以把它放在加八度，放在这里，这至少有五六种的变化组合。左手加八度的弹法，左手加五度。好，我们看各种弹法的示范。第一种呢，我们用一个根音就好了，我们用这首歌，这样是一个用根音最简单的方法。那接下来我们用根音加八度，那接下来用根音加五度，叫根五定指法啊。你看，你不要看不起这个弹法你看喽，所以这样呢，根，这叫根五定指法。林老师再示范一首歌。
所以呢，这些很简单的例子就讲了，根五定指法其实非常实用。你即使到了很高级的弹法里面，或者是像我们刚才的即使这个在饭店演奏，你看所以呢，这是非常实用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为了教你得到最高的技巧，林老师只好从中阶这个地方呢切入，让你一步一步可以学到真正可以自由自在 free hand 双手很自由的弹奏法。所以有时候好像教你很呆的东西，不是啊，这就是要领。那请听，这是很简单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用一个根音加五度再加八度，根音再加五度啊，我们用食指再加八度。来，请看我们的键盘。所以林老师在这个地方要教你最重要一个技巧，就叫做天下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没有常常保持不变的事物。为什么呢？你看喽，哆哆哆拉哆，开放和密集音程，和打开，打开，前不久庾澄庆还这一两年又翻唱了这一首歌呢，对不对？所以好听的歌呢其实是历久弥新的。 OK， 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再讲到这几种变化里面，你有时候我们用根三五其实也不是很低级的哦。其实用和弦和弦呢用得好，用得妙，用的不是呱呱叫，用的好才重要。用在什么地方？如果国泰歌曲，然后你弹了一个，比如说，你弹这样又太多了，但是如果你弹这样呢，又太单调了。所以用的刚好最好，适合最好。林老师常讲了，没有谁最好，只有适合你的最好。所以你看，OK， 所以啊，这样每一个我们要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场地因时间的不同而来运用不一样的技巧。和声、节奏、旋律都是一样的，就像即兴插音，你弹了一个哒啦啦哒，你弹了一大堆，还不如如果你用一个这样呢，那是不是吵死人哦？太吵了嘛，太多了。所以适合最好，没有也不好，太多也不好，所以呢刚好最好。 OK， 很好。接下来呢在36页这个地方，我希望你找一首歌，你也可以用蓝屏，很多歌都可以去你喜欢的歌，你可以用这个啊。你看，哦，心情，心情，心情嘛，所以soul是一种心情，心灵的情绪，所以心情这一首歌，林老师选的歌不一定是最新的，我不也不管最新的或者最旧的，重要就是适合用来讲解这个技巧一样的道理。好 ，OK， 第三十七页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讲到基本音型，这个就是 B 段咯。刚才我们谈的方法就是比如说
就像比较柔和的第一段，通常就是比较柔和的第一段。但是第二段我们在第一册里面讲过的，要变化与统一，对不对？任何事情，如果你看一个人是这个圆柱体也不太好，如果是太瘦也不太好，其实刚好有一点变化。我现在讲的是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的，好，都是不用很刻意的了，好，所以要有一个变化，至少要有一点变化。我们用 rock 来弹第二段，来在乐谱里面呢，林老师有示范了第二种跟第三种这个基本音型，但是是 B 段的基本音型，来请听。节奏呢，我们还是用速度用126，请听。我们用哆啦瑞手来，哆啦瑞手，这个很简单，但是呢一定要先把这个别人会的我们也要会，别人不会的我们更要会。所以第三 rock 的节奏的变化第二种啊，我们用一个，你可以用一个贝斯过门，就像这样子。再来，就这样，就是蹦蹦恰蹦蹦恰蹦蹦蹦恰蹦，这是一种变化。另外呢，林老师再写一个节奏，请你这个不在乐谱上面，请你抄下来。现在请看到白板上面，林老师呢为你做一个示范节奏。OK， 来，我先把前面的擦掉。OK， 请看这种呢，你姑且命名为因为里面已经有第四种了，所以你把它称作第五种好了。好，来 OK， 第五种里面呢，蹦恰蹦 OK， 停半拍，蹦恰蹦。 Rock 之所以有 Rock 呢，它的力度里面呢一定是二四拍强，一二三四，好，四拍，蹦恰蹦，蹦恰蹦，有很多歌曲是这种类型了啊。举个例子，林老师弹一些曲子让你当作参考。第二段里面的变化呢，你看，我们用一个，OK， 其实这个也可以用恰恰弹，你看，昆塞拉，昆塞拉，这在底下的单元里面，恰恰恰节奏拉丁爵士的时候，拉丁摇滚，我称它为拉丁爵士都可以，它的风格可以多样化的多元表现。好，所以这个节奏啊，林老师刚才示范就是蹦，我们可以用哆哆手手哆手这样来练，你看，还回到摇滚啊。也不需要这么强。OK， 这样的练习呢很简单。另外一种呢，英国的 keyboard 手跟钢琴手，以英国的摇滚乐团就比较喜欢，我们可以用电钢琴来试试看。OK，可以用这样来弹了，不用太用，因为整场的演奏会都是好几个小时，至少两三个小时以上，所以钢琴手一定要也要练习。
要练习放松。OK， 好。这个刚才我们这个有变化，基本音型我讲的是 rock， 但是 rock 就是 soul 里面的变化了。其实它是一体两面，就像很多人常讲魔鬼跟天使，其实啊，人心如果要当天使，就很容易面对用天使这一面来面对大众，对不对？魔鬼呢，当然每个人内心都有光明跟黑暗的一面。那如果我们全部把黑这个光明的呢开放出来，就像很亮这样子，那这样的人生就是光明了。那如果越把它钻牛角尖，那人生就变成黑暗了。其实啊，佛跟魔是不是一念之间呢？是不是天使跟魔鬼是不是一念之间呢？事实上是一念之间。好，我们还是回到主题啊，是举个例子。好 ，OK， 所以 soul 跟 rock 是你要 soul。举个例子，一句话，比如有人在心这个称赞别人说，哇，你今天好漂亮啊，漂亮像一只小狗。那到底是称赞还是贬还是褒呢？是称赞还是讽刺呢？对不对？差很多吧？唯口出号心容也，就是一句话可以成就好事，一句话也可以破坏掉好事。来，我们讲到第四点，现在讲的是第四大点，刚才的林老师就把它放在第五点那边。第四点，比较轻快的节奏，我们不只打节奏而已，一直打节奏，就像你每天都吃面，或者每天都吃饭，偶尔也可以吃面包啊，日子可以天天变化，好，来第四点哦，较为轻快者呢，采用这个爬音分解和弦，就是分解和弦的爬音，我们可以用这样练习，请听。举个例，这样的例子什么？很清楚，我们可以变化，也可以这样啊，十度音也是可以用的，也可以用九度音的过ADD 九，它的经过音，这在我们所受的地方都已经非常清楚、非常详细。慢慢的，林老师讲完，所以这个地方不是讲快。如果从这个地方进来，你没有听林老师的话，不乖的人呢，请你再回去第一课。不会就不要看第二课，第二课不会呢就不要再研究第三课，一关一关。我常开个玩笑，如果人生你没有要到像到美国研究爵士钢琴呢，念到硕士以上的话，那你这24小时好好挑战你自己，挑战它，挑战完了，那你就可以往最高级的即兴演奏，林老师所创作发明的这个 free jazz。 什么是 free jazz 呢？就我再讲一次，有一谈一，有一不谈二。你有一而已，你谈那个二，二是什么？乱谈嘛。你心里就有一句话，你讲了很多话，这其他的话就是废话。好 ，OK， 不多说。那第二点呢，是在第四大点的第二点，这个节奏哒哒哒哒哒，你注意听，听一首音乐哦。所以罗大佑是很聪明的哦，林老师常跟大家讲要多欣赏别人的优点，就忽略别人的缺点。所以你看优点，所以在这里面我常会讲，不管古今古往今来，只要他是有才华跟各方面，我们都要欣赏。因为你欣赏别人的时候，他的才华就会变成你的才华，你就会像滚雪球一样。你不要说爱因斯坦发明的相对论，那有什么？我也会，我不要这样子哦，那就永远只能是自己的内心这么小的世界。好，所以这个节奏，这个切分其实就是拉丁音乐的核心。你看拉丁音乐，那巴塞诺瓦里面，我们用一个巴塞诺瓦里面，那这个节奏里面可以用。
OK， 所以这个节奏非常常用。也可以变化哒哒哒哒哒哒，也可以这样。OK， 所以法无定法，是为妙法。当一个方法都固定的时候，当每天都要固定做什么事，有时候是固定，但固定里面要有变化，就像生活里面，我再讲一次，生命是最重要的，接下来才是生活，生活过来才是工作或者学习。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第五点归纳结论。乐曲比较慢的时候呢，我们音可以弹多一点，而不要太复杂，这就是 slow soul 的要领。然后乐曲比较轻快的话，我们音可以弹少一点，就不要弹那么多。举个例子，你弹，那这个时候呢，音就不需要弹太多。右手音多，左手音少；右手音少，左手音多。那右手或速度快的时候呢？左手也应该弹少一点音符，因为你会来不及。好 ，OK， 第三点，曲式的安排，我们又面对到这个作业的问题啦。我讲过了，每一个单元，林老师都会告诉你 how to do it， 就是说 know how， 你要学的是 know how， 你不是在学像买一卷录影带或一个 VCD， 不是啊，那个很便宜啊，你买的是 know how， 对不对？你要学的是这些技巧，所以啊，请看。我告诉你怎么练，第一段都是 soul， 但是第二段呢有几个变化。第一个，你可以选择 rock 比 soul 强嘛，这样就有变化跟统一。那第二段也可以用 disco， 第二段呢也可以用恰恰恰，恰恰是狂热。我先跟你透露一下，我们讲到恰恰的时候，这个它是很强烈的。它也是很强烈的，它也是会比 soul 啊会更强烈，所以我们也一样可以放在 B 段。所以呢，林老师在这个地方弹奏一首示范曲。这些示范曲有时候都是很简短的一个练习曲，你不要就把它当作是可以扬名立万的什么演奏曲哦。但是没有这一首练习曲，你将很难体会真正的弹奏技巧。来，请听。第一段用 soul， 弹拆，我们直接到第二段。可见啊，这个为什么后面林老师要这么啰嗦的弹三次？因为呢，我们一般的 fade out 就是淡出，就像一个影片，你看慢慢它 fade in fade out， 淡入或者是淡出的时候，我们要让像有的音乐的效果，一马车。本来这个节奏当然不止24小时，但是我想不跟我们这个生活没有息息相关的，离我们太远的，把很多像然后像这个，
那我跳过啊，我去夏威夷玩的时候，我上台被拉上去跳过啊。你跳过草裙舞吗？我教你这个，你有用吗？你不一定有用啊。那教你这个，我在美国住了很久啊。那你有没有坐过一马车或看过呢？我看过他的博物馆呢。你可以说你看过那个西部片，那我就没有话讲了。OK， 要符合时代的需求。OK。好，这个例子就是告诉你，第一段呢，用我们前奏有时候也会用到西部音的技巧。你看哦，你看这个很好的技巧，我讲过了，西部音非常重要的啊，在蓝调或者像这些平常在弹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在第二段我们可以用摇滚，也可以用 disco 啊。你看 ，1 2 3 4。你可以换这个 disco 的节奏，一二三四。但是这个节奏呢，它的精义，就它的重点不是在弹这样，就像很多人弹钢琴是学这样的嘛。我告诉你，真正弹，我们要练习切分。再练习右手的节奏，再练习自由变化的切分，不是在练习蹦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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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 boring 无聊。OK， 你要练习这个，就像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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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re mi so， 这个两手呢叫做吻合，这两个吻合，林老师常讲，就像。交男女朋友的人要怎么样呢？要么第一个，你缺什么哪一方面呢？应该找一个互补的人。那要么就找一种两个人呢，可以完全吻合的人。哦，不要找既不能互补又不能吻合的人，那这一生呢是会很痛苦的吧？好，所以 A 段跟 B 段，我们 A 段我们可以用一个柔和一点。轻轻柔和，很多人问我瘦怎么弹，瘦就是用心弹，重点在像还有齐心参把这些弹进来啊，不是在左手的伴奏而已。你当然也可以这样弹，你看再弹 feeling， 最难教的就是 feeling， 最难教的就是创意，技巧都是可以教的，但是创意就是创作的能力。林老师教给你的应该是这个创意 idea， 哦，不是这。如果这些技巧，林老师可以写好几十本书。为什么林老师在24小时学校爵士钢琴这个中高级的课程里面呢？用了24小时，因为这个部分是你从过去以来要突破，真正可以自己。知道我想要弹什么就可以弹得出来，我听到什么歌就可以自己马上为它配出伴奏。就像呢一个化妆师，他看到哪一个人他就知道他应该化怎么样的妆，一个导播看到哪一个节目就知道，或者制作人就应该这个形态应该是怎么样来制作，一样的道理。好，现在呢我们要再接再厉，再请看到第四单元，我们把第四单元呢归纳在Soul 跟 Rock 这个一个小时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在第三册里面有8个单元，林老师希望全部都能够涵盖在24小时里面。在以往林老师教表演班跟师资班的时候，也就是把这两个单元合而为一的。先教独奏，然后接下来教伴奏跟自弹自唱，就是正确的方法。来，我们看到第46页，不要怕累哦。OK， 来，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再利用一个单元？更详细的来，应该讲更鸡婆吧？更鸡婆的来讲，这个奏这个自弹自唱伴奏法，因为奏呢将会影响到奏，我们既然讲了这些 feeling。会影响到像我们以后的 bossa nova。OK， 转一个近看哦。
它会影响到这些接下来的所有拉丁音乐，所以 soul 跟 rock 不练好，拉丁也很难练得好，拉丁爵士也没有办法练得好。OK， 因为它必须用 feeling。好，为什么他们有关系呢？因为他们共同的故乡，就像我们，即使海峡两岸，我们都是同文同种。其实国语、中文，我们大陆讲普通话，其实都可以通的。那除了地方方言，这是所以大同，大的是同的嘛，肤色是相同，但是有小异，那无妨。好，请看到 so 这个节奏自弹自唱伴奏法，一般来讲。这个伴奏节奏形态啊，都会教我们是嘣锵嘣嘣嘣锵嘣嘣。其实这个在手手方面可以，在这个轻快的节奏里面呢不对，应该我这样讲好了。如果是基督教的人呢，我应该这样教你：三位一体。如果一般人不懂的话，我就告诉你三个要同时弹，哪三个呢？第一个叫和弦，我们弹一个和弦下去，就是给它一个色彩，给它一个色彩，就像我们的背景。要有什么颜色呢？这就是决定它的情调，决定它的 feeling。 一间房子里面，不管是别墅或者是大楼，我们都希望家里应该是什么色调，其实就了解。希望医院应该有什么颜色，餐厅应该有什么颜色，还有人把海豚把整个海洋画在里面，就知道他热爱自由的或者和平的人。有人里面挂满了战斗机的那些B-52战斗机，或者是神盾巡防舰的，那就知道他不是喜爱和平的，他喜欢战争的。 OK， 好，开玩笑，言归正传。我们在弹的时候呢，比如说哆哆哆啦哆啦哆瑞，或者是像你看，追逐风，追逐太阳，在人生的大道上。那我们第一拍可不要这样弹，你看会吵到唱的人。追什么？追不到了。你看，追逐风，追逐太阳，这样不对。所以你看，追逐风，追逐太阳。那给他下一个拍，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他下一个定义，就让唱的人很安心。如果你可以后面我们有这个新的方向这一首歌，你是可以试试看。我们一开始弹进去呢，来，林老师用 comfortable 的调，你看哦。追逐风，追逐太阳，在人生的大道上，追逐我的理想。 OK， 你看，所以我们第一个，你如果这样追，那就吵到了，所以这就违背了音乐的美学，要互补。你看咯，追逐风，追逐太阳，在人生的大道上。所以呢下拍，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和弦，你看你相不相信，这就是有一点这个神秘还有紧张的，这就是紧张的音乐。那这样呢，藤井太太是谁杀死的？你看这个音乐里面，这个代表了一个情调跟一个色彩。你看这个推理剧场。所以我们下一个情调，追逐风，我的同时，所以主旋律在哪里呢？歌曲的主旋律，右手的和弦，还有什么左手的 bass。 所以有了根基，有了 bass， 有了和弦，我们的背景还有主唱，唱在哪里？在嘴巴里。所以你看，追逐风，追逐太阳，在人生的道路上。 OK， 所以像这样子你看就很轻松。当然我们不止这样，你可以用追逐风，追逐太阳，在人生的大道上，追逐我的理想，我的方向就在前方。 OK， 你看我还要牺牲我自己来告诉你怎么练，连发声也没有。 OK， 没有关系。 Anyway， 音乐就是 Be happy， don't worry。 好，来，接下来我们看到第谱例第十二，就是46页
第四十六页这个地方，谱第第十二呢，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最基本的。OK， 那我们看到谱第第十三，我们左手可以分解，右手自由律动。这是林老师举一个例子 ，OK， 这个用一个调。追逐风，追逐太阳，在人生的大道上，好 ，OK， 请看到第四十七页第三点，第四十七页的最上面就是林老师讲的 feeling， 自由变化就是创意。自由变化就是创意。其实我们古典就是照谱弹，流行是简易的古典，那爵士呢？离谱。那离谱之前呢，我们要从现有里面去产生变化，先改善嘛，先务实，务实一点，不要只有这个只有理想，还有空思妄想，林老师讲究要从现实里面去追求理想，千万不要只有理想，说了一堆，但是到最后又没有做，这样不好。所以你看，so 比 rock 要比较有大一点的节奏变化 ，so 因为它 rhythm， 你看。所以它的味道呢，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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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啦啦啦啦，它的音乐，我们的音乐，那 rock 里面呢，你看它规则有规则性，但是很多人可以找到这个 rhythm， 所以呢，你看，这个滴答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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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为什么很多节奏里面要一个我们讲一个 hook。要让人们记住这个音乐的一个 rhythm， 这就是一个音乐可以大卖的，我们讲的一个钩子吸引人的地方。好，也就是配方嘛，就像一个大厨师的一个秘密。好，第四十七页这个地方，我们在演奏或者演唱的时候，一定要脱离固定的节奏。你看有这个口这个字的呢，你看加了一个。口这个字里面有一个人，住了一个人框框，那就是个囚犯。你看没有一个是好字，里面一个口呢，这个四方形的，然后里面一个木，呆若木鸡，这个就叫困。这两个，你看里面一个古，固，这个古不是不好啊，古典经典不是不好，但是要超越创新与突破。那否则我们都是吃老祖宗的留下来的财产，或者是用老祖宗的智慧，我们没有办法去创造另外一套东西给下一代，那我们是不是不孝，人类的不孝子孙呢？所以我们要去创新发明。林老师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你不管在表演方面教学方面，或者呢你是自娱于人，也可以带给别人快乐啊，也像天使一样。Why not？ 很好，好，来，在第四点在第四点，我们最后今天呢要讲的最重要一个重点，你有没有发现，林老师都把最要的最重要的要点就喝酒 dim on day 对不对 ？So 这个歌曲节奏 tempo 的活用法，因为很多人这个不知道怎么变化。举个例子，我弹一首歌。就像这样的曲子，
什么歌大家应该都听得出来，鲁冰花，对不对？ OK， 这首曲子你看，我弹快的还是弹慢的呢？当没有鼓的时候是快的慢的都听不出来，但你听，那我如果这样弹呢，另外一个节奏你现在听一个鼓，二三四 OK， 我把它录起来你听啊。OK， 现在呢，请再听一次，是林老师录起来了。哒啦滴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啦啦哒哒，哒啦哒啦啦哒。那现在我把鼓关掉，你就发现了一个，告诉我，请告诉我，这是快的还是慢的？我们人类都会被眼睛或耳朵听到的，像所欺骗。这是快的还是你看鼓，所以鼓在影响我们嘛，这个节奏在影响我们，你听它是快的，你心里这样数，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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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二三，心情好的时候看什么事情都是很好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好像每个人都是你的仇人，不是这样子吗？所以要经常保持在情绪最好的状态，这就是修养啊，慢慢训练。我们都很难，就是人很难，因为我们是正常人，我们只是很脆弱的人，但是呢我们要用音乐来平衡，其实音乐是一种平衡调剂身心哦，所以林老师才会创办一个叫调频文化，调整我们的频率，这样每个人就可以很 fit 很对焦。好 OK， 这个节奏呢其实快慢都是在心里，是心里的节奏，请看 OK哦，你看哦，一二三四，那我们现在数慢的，你看哦，把鼓开进来，二三四，一二三四，咚哒咚哒，一咚，你看哦，一二三四 ，one two。three， 这不是 one more two more 这个哦，我们是李老师告诉你这个速度啊，快慢是在心里，鼓呢是一个参考，给我们一个推动的力量而已，所以我们可以把速度很慢的弹鼓弹快一点哦，鼓调一倍，鼓调了一倍以后呢，我们弹法其实不变的。举个例子来，最后呢，林老师示范这一首让你当作一个参考，就是《梦醒时分》第五十页。你看哦，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林老师先弹。你看、哦、这个节奏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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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那你看林老师考过超过1000人，包括本科系哦，可以第一次打得对的很少。怎么会这样呢？因为啊，我们平常都习惯照谱都要练很久。林老师教你的方法是要很快，我们就弹会一首歌了，我们没有生命，除了练钢琴还要享受人生，还要到处去世界去看看，还要去看看风景，还要去旅游，还要看很多书，还要享受人生的悲欢离合，怎么可以钢琴会了是为了丰富生活，不是就是目标哦，你看哦，所以要赶快练会这个方法，我们把它放大镜画一条中间虚线，把原来的半拍当作一拍，这样音符放大就像放大镜一样，那你就要弹错也很难了。所以林老师弹一个给你看，我们用一个本来它是很慢的速度，一二三四，那我们变成了，你看哦，现在林老师把速度加强就是加快一倍，一等一下把关掉，一二，好，来，一二三四，再一次，你看切分哆啦咪嗦瑞咪哆，
OK， 林老师呢就在这一段音乐里面呢跟你说再见了哦。OK， 拜拜。Mirror